开心来到屏东最北高树最美我们的大金瀑布，用奇幻大金的灯区来跟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一起来迎接新年。我们也非常的高兴，这个大明星也是我们高树的孩子，我们的温生豪跟我们一起来开箱，跟我们一起来代言这样的一个奇幻大金的一个活动。那大家都知道说屏东的灯会是很有品牌的，我屏东我骄傲。那今年我们把触角伸到屏东的最北边，也就是高树。那大金瀑布是我们小时候很多人的记忆，也是很多这个恋爱的男女常常会来约会的地方。那这次我们透过灯、透过水、透过光，把这个大金瀑布换造成一个奇幻的一个地方，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。